拍得了，比相机好。真的吗？那相机的直画幅都没有比手机好。没有，我是。谢谢。刚才不清楚，很清楚，小不掉链，掉链，这个可以做，还有东西可以做。哎呀，东平，你不要客气了，我做了三个钟头，好吧？你这里，六毛六。平，请尽快就坐，我们一分钟之后写马祖2017马祖文学奖颁奖典礼。首先我们邀请今年已经是88高寿的名诗人巨擘管文老师为马祖献送一首诗。管老师请。我这首诗是用我的人，这是老师为马祖所撰写的啊，这首诗，哎，老师请。我写一首诗，这首诗叫《嫦娥的眼泪》。听说马祖海里边儿有一个蓝眼睛，奇怪呀、神射手侯乙，他总共为我们全人类射下了9个太阳，我们相似的眼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后悔偷了他先生的领域。不有不，第一个，各位掌声不够，耶、掌声，哎，好歹老师今年也88高寿了，还能为马祖写诗啊，还能在这个晚上为我们朗诵。那部电影我在里面打了两一分钟就写作一说了，各位在座的先生，你们家里有算盘吗？没算盘我进你们家了，我会算盘你就会破，你就有七八个了。啊，后来我家娘说这个很浪费财源，最近做了一个铁算盘要我会，谢谢。OK， 青年创作组，啊，今年有4位同学得奖，啊，现在我们要颁奖，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张一长为我们来颁发，好不好？张一长请。得奖组第一位，廖丽云同学。作品《遗落在东岭的青春》，他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五专部3年级的同学。谢谢丽云同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好，谢谢您，请坐。第二位林宇轩同学，恭喜，他的作品是《马祖童话》，他现在就读成功高中3年级，成功高中3年级。可获得奖金5000元，还有讲座奖牌一针。这位是同学是吗？因为你要拍照吗？你要对啊，这个好不容易的同学，是不是也是大一了？啊，大一了，高三，好，很好，加油！的学生或者是台湾的同学，有机会真的多去马祖走走，把马祖的美好用你的笔。啊，把它创作下来。同学会写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只要老师就期望老师也能够为我们马祖多一点播种，带领你所爱的学生，我们勇敢地走上马祖的土地，来认识这个真的此生必须一定要去的四乡五岛连江马祖。再次谢谢优选分享人王淑美，作品《情碧》。能获得奖金10000元，还有讲座一座，恭喜熊美，谢谢。他的作品是《情碧》，是《情碧》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奖人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旁边还有，接下来我们现在是还有2位得奖人，分别是优选，我们将邀请88岁的这个齐老
广文老师给我们颁奖，老师也是名诗人呢、哦。来来来，好，优选第一位赖文成作品《诗的列岛》，可获得奖金10000元。还有，他也会读福州话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编辑过程，我必须要坚持，因为这是我对马祖的致敬，福州话才是我们要面向马祖更重要的一个最大的元素。翠玲加油，50岁不嫌晚，不嫌晚，你会继续光华下去的，我们加油好吗？谢谢。此外刚刚洪文老师提到书店也是昨天才收到书的，这本今年连江县重要的文化出版品之一的诗集《边境巡航马祖印象坐标》，是由方群老师名诗人所写的。刚刚我说了，因为一次的这个旅行，我多认识了方群，原来他也曾经在马祖生活过一段青春岁月，在这里面的诗句里面，我想对马祖的那个怀念绝对不是诗句啊里面所能尽述的，所以我邀请了他来评审我们这次的这个现代诗类。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国北教大中文系的名教授林玉红老师啊，也是名诗人方群，来为大家分享一些他的感想，欢迎钟情。秘书长、议长，还有处长，还有黄安老师、刘老师，还有在座各位得奖者，还有各位来宾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先请教一下田韵良主持人，我有多久的时间？可以讲到晚上8点。对，我要问一下有没有提供晚餐，要不然这一讲太久就对不起大家。我的朋友得奖的一定要感谢我啊。没有得奖的更要感谢我，因为我给你的激励，让你明年可以有更好的成绩。所以无论得奖或不得奖，你们都要感谢我。有参加的要感谢我，没有参加的也要感谢我啊。有参加的要感谢我们有这次的机会，没参加的代表你明年还可以再来。所以第一个是评审的身份，第二个我本人也是作者的身份，因为在这本有一个我类似半自传的一个故事。秘书长在这里，我就说实话，我当年如果不是抽到马祖的话，不会有今天的林教授。俗话说得好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这么艰难吗？我是一个师专毕业生，那公费生，所以我可以分发，可以做着一个很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在15岁那一年就已经决定我的